喂，你好，你问到什么？是流调是不？就是这个疫情流调。对。哦，刚才那个有一个张建荣，是我妹妹给我打电话说我阳了，我是张建荣。你稍等一下，刚才是我们同事打的。你们谁这打的？种打电谁话打是不是的？太可笑了？我们核酸都没做呢，到哪阳的？你们是哪个机构的，或者是哪个单位的？你现在告诉我，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城你关城分关局的是管我吧？七里河我们干七里河的，我们已经三天都不敢做核酸了。那骗子！来，把你的工号告诉我。现在，你把你工号给我说一下。来，你们不是这个执法的吗？我们有知情权的。你告诉我，你是七里河城关分局的，把你们的工号告诉我们。现在，你不管哪个同事的，既然你们报了，这个电话是打过流调的，我们都没有做核酸。我想问一下，现在难道就是这样子的吗？啊，你们是执法人员。我们连核酸都没有做，你告知我们老百姓我们阳了，有没有？有你不觉得这个事情有点说不过去吗？你们是有红，你们的我们，你先听我跟你说，你不要吵，你先听我跟你说，你不要吵，你先听我跟你说啊，我红馆对不对？首先前提下我要做核酸，你们的棉棒要捅到我的嗓子里呢。我连核酸都连着这三天都不敢做了，就是因为有太多的这种事件发生了。我没想到能轮到我们家人头上来。我们都是学法，我就不知道你们的这个复检机构是哪一个。你们后台可以看见，现在告诉我你们的这个检查机构现在。我们的流调名单是上面给我们。哪个上面？你现在告诉我谁发给你的？七里河是我们转过来的。七里河哪个？你们在报？你们七里河，我们是七里河的，转给你们城关了是吧？七里河的哪个部门转给你的？现在告诉我。七里河的哪个部门？我现在有知情权。你们既然确定你们是城关分局的是吧？你确不确定你的单位机构现在？团结新村派出所，团结新村的，我们一个七里河的派到你们团结新村派出所了。你们是不是玩任务着呢？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报人头着呢？现在可以随便报，我们居民的所有的自身的安全，对于你们的这个命令和你们所下达的这个任务是完全不成正比的了，对不对？我们没有做核酸，你告知我们家人我们阳了不说，哎，你们还让准备东西拉呢？我妹妹连核酸都没有做，你往哪拉呢？我告诉你。你那拉啥呢？你们觉得疫情完不完？我跟你说，做核酸和这个拉人都是社区的事情。社区是吧？我现在找社区。好了，再不要给我打电话了。话现在你是城关分，你刚跟我说的是城关分局，你们是团结新村派出所的对吧？现在几号？团结新村派出所的，我的话我就会给市局的打电话。我看市局能不能管一下直辖的分局。我现在联系我们的社区，这件事情产生了两个咱们的公安纪检的一个，我觉得你们是环环相扣，开始包庇。我现在把这个事情全部曝光，我觉得我很气愤。我没有做核酸的前提下，你们说是接到七里河的，七里河推诿到你的团结新村那边去了，我就觉得很可笑。我现在要联系我们的社区，如果今天晚上这个事情没有一个说法的话，那不好意思，根据我们民事法，我们是有权利追求我们的所知道的知情权和以及我们这个个人的这个信息透露权的。我都不知道你们是从哪个地方能找到的。啊，对，你们现在肯定呀，你们现在这种单位都成死猪不怕开水烫了，环环相扣，环环包庇。那咱们就看微博界，新浪微博，你们一辈子去买这个热门，你们一辈子把热门往下压吧。我现在就发到我们大这个大群里面，业主的，让大家都长个心，我就不相信没有人能管你们这些人。不，他应该是。好，